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第一次见到对方的感觉是什么？哇，他是 gay 吗？那微风呢？就哇，我可以。在夜店，在哪里？夜店。有点点兴奋，可以讲这个吗？可以啊，三八零，哇，一堆，有点电到的感觉。是呀。他把我周遭的事情都做好，先帮我想好，然后再强迫我去做，就是因为我太随便了，有人打理我的规矩，就是可能在工作上或是遇到一些什么不如意的事，然后就跟他抱怨，他就会就是不像一般男生，就是会哦，所以嘞，他就是会。就是站在我的立场帮我，就是想，就是会安慰我啊，或什么。吃得饱睡得好，吃得饱睡得好，这么简单，就是简单的生活，有个自己的家，就平淡的，平平安的就平平安的过完这一辈子。